打开哈，嗯，打开它，请推了以后，这样的角度形成一个伸展，我就直接下来。下来的时候，嗯，并没有向下用力，只是这样点下去就弹起来，点下去，弹起来。它这个开开的哈，有时候是那个笔毛的关系，所以比较没关系。但是重点是这个形状是一个伸展。如果我有用力，它下面不会直。你看，像这个会有点一个角度。嗯。嗯，所以我 只要直接下去。嗯，我直接下来。下来。嗯。嗯。